2018乙未客家战役文化季龙潭归乡文化节来喽！6月16至18日，来桃园龙潭大池欣赏刺激的龙舟赛，听陈世安、黄飞、谢雨薇唱歌，还有水上跳装师、文化巡礼等精彩活动。更多资讯，请上网搜寻龙潭归乡文化节。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。